Hello everyone, how's going? Welcome back or welcome to my channel. If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here, I'm Angela. In this video,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a few items what we first time bought at Costco.Hello, 大家好，谢谢你再次回到我的频道，或者欢迎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你哦。这一集的内容 ，Angela 要跟大家分享几样好东西，是我们第一次在 Costco 买到的。Let's get into the video。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喽。第一道菜，Dina 的 low sodium， 是没有买过，以前都是买它 Kirkland 的，要买看，去看看。是有机低钠鸡汤 ，OK。然后这是六盒，里面有六盒装，每一盒就是32盎司，就相当于946毫升 ，OK。我们先把它打开，这个 OK。这个是，因为它是低钠的，我平常是买 Kirkland 的。那看到这个的话，我就给它翻翻看。这个好不好喝？本来那个 Kirkland 他们那个鸡汤，原来那种鸡汤也是不错的。你说他这个是低钠，就买来吃看看了。那有机的嘛 ，OK， 看看好不好吃，好茶好用的话，我再跟大家报告。OK， 然后13.59块。OK， it's done. I feel like a movie star.Okay, these are the mini wontons, guys. They're on sale right now, only $5.99 a bag, so it's pretty good. They're gonna be hot, okay, so please be careful. Wow, we just hit the BB Dough. BB Dough mini wontons, chicken is cilantro, 3磅, 5.99. Really? Oh, he's promoting, huh?好吃哦，是一个常天的 item， 你们也没有吃过，没有买过。不过那天在那边有试吃，王厂他说是王厂，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拿它当小煎饺一样的。我现在来开给大家看看。就那天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有试吃，他觉得很好吃，所以就买来吃了。OK， 它是这样子的，好香哦！一打开就是那个鸡肉香延续，你看这么小小的一个。小的一口一个这样子，不好意思，就像煎那个煎饺一样的方式，把它排好，或者有点油，然后把它淋上一点点的水，然后盖上盖子煎一下，蛮好吃的。它的价钱是3磅，就是3磅装的，大概相当于1.3公斤。然后是它其实原价是9.49块，因为它在棚梦。所以它有那个促销折扣，减掉3.5块，还蛮划得来的，5.99块买到的。不过，这个没有不喜欢吃、不敢吃的盐须啊，就是香菜的人就跳过吧，这个 item 就跳过去了。用 brown rice， 香菜有机的米果，米果卷。像米汤，像我们台湾的那个米汤一样，然后它是甜点的吧，我也没有吃过。我现在来开这个，它快9.99，然后这样子一盒。OK， 我现在开开看，大概9.99。这里面是这是有机的，这是里面有32卷。OK， 好可爱，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我吃吃看好了。还不错哎，没有很甜，然后蛮香，真的很像我们台湾。如果你是在台湾的话，或者是台湾的朋友，你会发现真的很像米汤。从小我也不会一下子不会讲国语的、中文的，然后它是台语叫米汤，叫米香，不知道米啊，给它放到一个这个大笼子里面去了。
切成方块的。我们小时候，我弟弟他们都好喜欢。嗯，不错不错。水果干果，干果还附带一个竹盘。这个是一个干果盘，干果礼盒盘。土耳其啦，好多国家来的一些干果，19.99块啊，附着它的这个竹盘子。我喜欢收集这些很难得到，平常也买不到的，然后又有东西可以吃。我试试看，我现在把它开罐啊，然后我现在把它开的开箱，蛮漂亮，它排的蛮漂亮的。面的是哦，芒果哎 ，mango， 然后这个是什么？试看看，嗯，那么好好吃哦，酸酸甜甜的，各式各样的水果，哇，你要吃吗？像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利亚甘，我的叫利亚甘。还蛮多的耶，我这一罐子不晓得能不能放得下。这奇异果的颜色稍微有点怪哈、哦，嗯 ，OK， 这是李子啊，然后还有这是无花果，这个是无花果吧？是无花果，不像无花果。你要吃吗？嗯，狗儿子来了，妈妈给你拿一个吃看，他喜欢吃水果哎，这个给你好不好？那。好，你看看，然后，放得下，还好，刚刚好。OK， 好漂亮哦，你看。我跟我爸很像，很喜欢收集这些容器啊、包装啊。这是竹制的耶，本部做的，脆耶，还蛮值得的。哈、哦，19.99块，还不错吧？这个小脆，你看我们可以放一些点心啊，然后饼干啊、cookie 啊，什么东西放在上面，然后喝下午茶啊，干嘛的时候可以用的，还不错吧？买来吃看看，4杯不便宜，4杯12.99块。Okay, 就是这个，这个是被我们吃掉两个，它是一盒是4个包装的，这个是英国伦敦。手工做的 handmade London chocolate and salted caramel lava cake， 就是巧克力有咸味的焦糖熔岩蛋糕，它一盒4个，12.99块。然后呢，它是要热的时候吃的，把它弄热了吃，微波炉只要40秒就好了。那烤箱的话是350度的话要12分钟。OK， 这个打热了进微波炉其实很快，然后超级好吃哦。那忘记讲这个很重要，就是他是吃完了以后，他这个瓷餐具啊，他特别还说了，这个瓷器的容器是非常好品质的，非常好 quality 的这个瓷器，你可以留下来，可以